好，1500块钱鸡排真的好贵，我们带你来吃1块钱的鸡肉饭。看到嘉义的鸡肉嘉年华会呢，热闹登场，推出1000份的1元鸡肉饭，不少民众一早就来排队。白饭铺上满满的火鸡肉，淋上酱汁，再放入黄萝卜，香喷喷的鸡肉饭只要1块钱。周末一大早队伍就大排长龙。看人排，看人排拢排啊！平常啊，鸡肉饭平常啊。鸡肉饭平常。啊，鸡肉饭。那要多少钱？那个碗？1元。哦，那有需要不？有。便宜又好吃，因为限量1000份，不早点来还真的怕抢不到。凭着这张兑换券，一碗鸡肉饭1块钱就能吃得到，实在很划算。你拿了这个券到我们的鸡肉饭的店家，哦，就我们今天参展的鸡肉饭店家，可以1元品尝。嘉义鸡肉饭嘉年华12号上午热闹登场，有超过40家的鸡肉饭店家在现场摆摊，店家切鸡肉的手停不下来，因为填问卷加1元就能便宜吃鸡肉饭。现场还有鸡肉饭达人推出凉拌火鸡肉，酸酸甜甜的口感是新口味，特别的还有这一道。伊这款肉吼，加款加甜啦，但这若伫咧杀吼，嘛都爱杀一只火鸡咧杀拢爱食半点钟，爱搁浸水。下锅油炸盐酥火鸡肉完成，香味四溢，不少店家也趁着嘉年华会推出新料理，希望借由人潮大打知名度。中天新闻侯国恩、陈文杰 SNG 小组加以报道。